休了一天假，总算能吃口热乎的。真香！啊，怎么抢我包子呢？我饿，这包子可以找我孙子要钱。我孙子是江海市首富。孙子叫啥呀？我孙子叫狗蛋。首富叫狗蛋，原来是个傻子。吃点肉吧，包子没营养。奶奶，您记得家里人的电话吗？我让他们过来接你。13888888888，别叭叭了，叭叭啥呀？谁家电话号码有那么多叭呀？这要是真的，那得值多少钱呢？算了，你在找到家人之前，就先跟着我啊。这是我孙子的车啊！谁是你孙子？我还是你祖宗呢！你怎么骂人呢？今天没打狂犬疫苗。哟，我当谁那么尊老爱幼呢？这不老同学，多美好吗？可巧，没想到啊，当年你全校第一，我全校倒第。但今天呀、我开兰博基尼，你给我修车。我要是混得像你这么差呀，我干脆不活了。哎，我们店里有免费的薄荷糖，能治你嘴臭。简历哟，你想去沈氏集团做设计师？别做梦了，你就是一臭修车的，把我这车洗干净了，洗不干净，投诉你。姑娘，你不会哭了吧？这有啥呀？我们修车女孩流血流汗不流泪。没事，我先去洗个脸。哇，这颜色咋跟其他洗面奶不一样啊？这是 C 卡白泥洗面，白色的是氨基酸，能吸走皮肤表面油脂和脏东西；灰色是微米级白泥，能吸走毛孔里的多余油脂，比皂基更温和，比氨基酸洗得更干净，对油皮和偶尔敏感的皮肤也很友好。这个泡沫特别迷人，每次洗完脸都感觉特别舒服，就像磁铁有吸力。还有泡泡，听说泡泡破碎的时候，烦恼就跟着泡泡消失了。你看，我才不会因为别人的贬低就自卑呢，我一定加油努力进入沈氏集团的。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沈氏集团呐、是我孙子的公司。啊，对对对，你孙子是首富，咱们先去睡觉，婚礼啥都有啊。你车洗完了，等等，这划痕怎么回事？你给我刮的，赔钱。你别血口喷人，这划痕来的时候就有了。那你这老太太刮的。我没有。就是。我相信奶奶，奶奶说没有就没有。老板，我们调监控吧，也许是有人故意划坏了车，开进修车行来讹人的。我讹人？我那车牌看到没有？88K88，看车牌就知道我后台有多硬。老板，你要是敢调监控，就是跟我作对，你想清楚。监控坏了，我没好，你赔钱吧。我这兰博基尼车漆可是全进口的，一口价100000。没钱，没钱，你不有工资吗？这是你钱包吧？啊，你干什么？谁敢动他？老大，你终于来了！你就是疯婆子的孙子，他把我车划了，赔钱吧。沈子，是你啊？你俩认识？哼，罗美好的朋友估计也是穷光蛋。要是你们凑不出10万块钱赔我的车，就等着吃牢饭。我不接受和解啊！你说这车是你的？不是我的，还能是你的？你哪来的车钥匙？我也想问你，王叔，解释一下。爸，小小，你怎么偷开总裁车出来？总裁，对不起啊。对不起啊。对不起有用的话，要警察做什么？欺负我奶奶和罗美好的人，我不接受和解。跟我回去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美好，我应该怎么报答你啊？好了，还想进你们公司？安排一下，让罗美好入职。总裁想往哪个方向培养？我看总裁夫人的方向适合他。